都有佢嘅獨特性嘅。同埋我覺得佢哋畫嘢好好咧，就係真係我會覺得佢哋係佢嘅生活裏邊嘅點點滴滴，即係有個觸動性咧，佢畫出嚟就唔係話即係咧天馬行空啊、離題離象咯。咁我覺得真係唔錯，真係有啲睇落咧就非常之新鮮有創意，同埋咧我覺得係嗰、那個意念好好咯。其實你望張畫咧，第一有冇感動？即係咧，或者佢即係畫嘅內容啊，各方面咧，顏色係咪令我咧係有觸動性？我記得有張我係真係一睇咧，我覺得佢應該攞好滿分添，因為喺創意構圖、顏色，即係嗰種喜悦啦、愛啊，我真係見到咯。咁呢樣嘢我會好重視咯。藝術繪畫咧係令到一個人嘅心咧可以定落嚟嘅。咁我見到有啲真係好有才氣。如果佢真係係中意咧，我就建議，如果佢有可能咧，就真係可以咧多啲去睇即係美術館嘅作品啦，睇畫冊啦，咁同埋甚至可以揾啲老師。譬如我覺得佢有啲即係好奇怪，就係今次參賽者咧有唔同嘅用嘅媒介啊，水墨啦、蠟筆啦、水彩啊，咁我覺得其實唔係畫畫，仲要點樣去利用佢手上嘅工具咧，去做得好咧？我覺得佢哋其實係需要補下嘅。咁但我覺得好多真係係可以向前再去畫畫咯。